想帮助更多人。我要当超级英雄。我想当空中飞人。我们是谁？有人说我们是危难时刻最义无反顾的勇士，有人说我们有时严肃的让人生畏，有人也说我们偶尔也可爱的像个小孩。我们想说，我们只是你身后最平凡的人。城市灯火辉煌的365天，是我们用心守护的每一天。没有谁是天生的英雄。无畏而有情的消防人，召之即来，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。我们是梦想的护航者，是美好生活的守护者。